昨天我到静思堂，这培训花心培训见习培训已经呢在精进静思堂三天，总是呢看见人人啊都很精进，人人上台分享都有他人生的过去，啊，壮壮叠叠啊，难免都有。终于呢走路了，看见了一个方向，走路了一条道路，他们终于呢有曙光，就开始了这一条路，一路走过来，好像一切的烦恼计较了已经转变过来了，看到的是已经很真诚的退换出了另外一个人生，发心立愿进入瓷器，我努力的心法，努力的听善人开示，才体会到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，也让我找到心灵上的皈依。我努力的改变我自己，我也吃素了，我发心立愿的希望我能做到自度度人的愿力，希望我能发挥我生命最大的良能，来接引更多的人一起进入慈济的菩萨道，一起跟随着上人做有利益众生的事。昨天大家讲了过去，那发心从现在到未来，每一位下来啦，在师父面前，我就会问他说：“刚刚发愿真诚的哦，是莫忘今天这一刻的发愿，不只是莫忘过去，是要莫忘今天此刻你所发心的这个心念啊。”是啊，发心皈依，这是北区的五六百人啊，来成就他，这将踏入菩萨道了，将要受证的，这是台北的，看看他们这样的精进，期待啦，人人呢要一路精进。《法华经》开了一条的人间方便道，你没有走过了人间的方便道了，就无法以菩萨的这一道门接轨。所以师父大大讲，婆罗开道路已经呢早多早啊，半世纪以前开始竹筒岁月就已经在铺路了，一路路的扑过来，克难辛苦的走过来，那
终于看到了，现在在那里，在净食堂里，可以呢，眼睛接触到的很堂皇的殿堂，皈依呢，在台上台下，好珍惜呀、啊。真的要很珍惜，我珍惜，所以我要精进。我所珍惜的，就是每一个委员辞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能亲自为他受证，等于呢。把担子天下米箩，让人人的肩膀上可以稳在的看，人人的挑起了米箩，人人的负起责任，一生无量，无量呢从一生，每一个每一位。这500多人，还有我们的资深菩萨，可以呢旧法新知再加强再听，所以应该都可以旧法新知也好，或者是呢现在即使。知道自己的使命，都要让他们了解人间的菩萨道。期待这些人啊，现在是在精进培训精进中，要到了他真的是上台受证，受证以后呢，还。不会放下担子，临时退休。不会像《法华经》，到了紧要的法的核心，就退休去了。这是很期待，人人道心坚固，尽责任，能做到。昨天，安尼一路行来，不只是老菩萨，我感动。另外，就看到这个囡仔，你不要看他是在陪我走路，跟我走路呢，他给我的力量很大。没有他的身体，让我靠住了。我怕不稳，所以这么小的孩子，他已经几年了，从还没有上小学到现在小学，只要他有假，星期六星期天妈妈来做福田，他就来，要给师公出来做乖啊，就这样呢，很痴心，很可爱。昨天呢、啊，我摸搭在他的肩膀，我就想，明年后年有办法吗？那个时候，他是也是让给我。这么顺手呢，搭在肩膀里，这都是人生不断在蜕变。他会长大，他的功课会增加，那我是否无法躲吧？这就是人生。所以啊，为了昨天开始要起步。要受证的
任务，所以我很拼很努力，总是呢一步要再加一步，天天呢要自我加油，别人都无法给我什么，别人能给我的那就是增长他的慧命，这是师父所要求。我这一辈子毫无所求，所要求呢那就是弟子慧命增长，法的供养。